最后两首歌唱什么？我现在脑子有点懵，喝奶好像那个奶中毒了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抽奖了，开始。一颗鱼丸就可以参与抽奖，关注了我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加入粉丝团的成员，送出一颗鱼丸就可以参与抽奖，我的签名充卡通充电宝了。地玻璃上，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。隔着白色的烟雾，没有人说抱歉，也没有人哭。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？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？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？真心怎么说变就变，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，心酸怎么能说得清楚，继续或结束，还有谁宣布。三个人的晚餐，没有人开口交谈，窗外星光斑斓，没有人觉得浪漫。三个人的晚餐，怎么吃也吃不完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互道晚安。三 D 眩晕症加上喝奶喝晕了。这首歌叫《三个人的晚餐》。越过落地玻璃窗，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。隔着白色的烟雾，没有人说抱歉，也没有人哭。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？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？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？真心怎么说变就变？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？心酸怎么能说得清楚？继续或结束？该有谁宣布？三个人的晚餐，没有人开口交谈，窗外星光斑斓，没有人觉得浪漫。三个人的晚餐，怎么吃也吃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互道晚安。三个人的晚餐，没有人开口交谈，窗外星光斑斓，没有人觉得浪漫。三个人的晚餐，怎么吃也吃不完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互道晚安，该如何互道晚安，该如何互道晚安。谢谢咚咚咚的超级火箭，谢时光人在飞逝，蜗牛拖着大象跑，谢谢大家的飞机，谢谢大家的办卡。